这个地方。一硬啊。对呀、啊，就只会这家家家搞烟的嘛，他连呀，鸡呀闹无所谓了，俺就先给这指甲盖给治了。放松。下来。看这边别动啊，就这一次。放松。这边修过就行了啊。放松。Okay。脚好修。时间长就越弯绕的弯越疼，会发现。对。五一过后就开始了，五一过后我们就来上月了，上智慧山了。五一过后呢，就是奶奶了。对，叫你奶奶带你来上月。我得说没开门。你先不先让学好了？我说。干净了吗？怎么没有了？小楼，这也没有了。泡过好 K 是吧？对，这太硬了，不好 K。对，都硬了。先那个，先给它修掉，保持它不疼就行了。然后等到时候五一过后，你看没感觉到疼呢？你看了？已经修好了。好了。